今次阿媽叔又翻嚟打痛擊英雄啦。頭先我錄咗一條片，竟然冇唔記得咗撳錄掣。我撳咗，我錄咗嗰、那個個頭像，但唔記得咗錄個 game。咁啊，今次咧痛擊英雄咧就打個 event 咧就係巨人進擊豬巨人，啱曬媽叔啊呢啲。艾伦妈一定要将所有巨人清除。咁咧，佢呢个礼拜咧就打紧八十位巨人同埋盔甲巨人。盔甲巨人咧，之前都系好难打。我打第二关嘅时候要爆一粒石，点知原来咧系有方法打嘅，就系、是、你只要攞翻阿三岛平八出嚟，攞翻阿三岛平八出嚟，然后用即系超进化嘅封神拳。一除三千几，咁就佢就拜拜咗，超强劲啊！哎呀，头先我录咗噶啦 ，OK 啊，头先录嘅就系八十米巨人嘅啫，咁啊好易打，有啊三粒咧，咁啊搞掂啦。咁啊猫叔啊抽咗十二嘢，净系抽到三粒，咁啊暗士兵长抽唔到啊，唉好想要啊！啊！三粒出动，搞掂啊！招呼艾伦，奇人种食招啊！啊呢啲唔系奇人种，呢啲系咩啫？呢啲系普通七米巨人啫。搞掂啊！搞掂啊！搞掂啊！啊！用住只光熟士兵长清有洁癖嘅士兵长啊！咁同埋今次嗰、那個呢、這個 event 咧，佢另外仲有一堆武器咧，係可以揾翻嚟嘅。咁呢堆武器全部都係嗰啲立體機動裝置，即係巨人裏面佢哋兵嗰啲人咧用緊嗰兩把戒刀啊。咁佢會配翻唔同嘅人嘅，譬如有專係貨騎士用嘅立體機動裝置啦，同埋或者士用嘅或者忍者用嘅，咁你要配合翻啦。嚟啊！三粒，水屬啱噶啦，佢就係要攞又用佢嚟打咩啊？就係用佢嚟打八十米巨人，因為八十米巨人係火屬嚟嘅。重士兵長。另外貓叔咧，之前訂到嗰本Vidi 啊 ，Fan 發米通 Vidi 咧，終於到手啦！咁所以咧，我終於攞到嗰只呢只獅子兔啊！呢只獅子獸超勁噶，無屬天使啦，再加上佢咩啊？佢回復量咧係二十倍啊！講緊自身回復量二十倍，然後回血，哇！所以佢一回咧，系讲紧回几万血啊！咁佢队长技就系全属性 1.4 啊嘛，咁你配机械人咧，太强啦！你配机械人嘅话，基本上系冇乜嘢可以打得过到你嗰、那个会破你血防啦，因为都好高，因为太高血了。咁但系佢开技咧就要30嘅，咁啊系高啲噶啦。士兵长，片死佢！呢只原本啊，我谂住攞嚟打盔甲巨人，因为佢有招烈火连斩咧，可以打得快啲。但头先因为三粒太强啦，个盔甲巨人已经被三粒消灭咗。哎呀，只八十米巨人佢唔行落嚟啊，搞到我忍者嗰个回力镖咧，片佢唔到。不过算啦，佢都要死噶啦，所有巨人全部都要消灭，要咬自己。唔好搵火打，搵士兵长打。
因为要开技嘅嘢。系啊 ，CC 兔。原来之前嗰只 CC 蓝色嘅 CC 兔咧系男人嚟噶，呢一只咧先至系女人嚟。因为我巫术，我巫术唔多啊，所以呢只真系好对我嚟讲啱晒，啱晒我使。嚟啊，沙粒将巨人消灭，啊，太劲啦佢！咁另外咧，佢今次送嗰两只巨人，八十米巨人同埋盔甲巨人咧，就非常之适合初学者嘅，因为佢一嚟已经五星，再加上攻击力嗰、那个攻击力高啦，佢攻击范围又唔方式又唔同普通机械人嘅，佢机械嚟噶嘛，佢平时机械人系咁样串嘅，但系咧佢系咁样散弹咁样，咁散弹咁样射出去，咁所以攻击范围高咗。咁你配你如果组机械人队嘅话咧，就会方便啲清场咯，仲更加方便清场。好，又抽到，又打到第二回啦，可以有啲有啲巨人啦。咁啊，巨人啊，食巨人啦，唔使谂啦，因为太大食啊！佢送我呢两只盔甲巨人同埋八十米巨人，食咗好多只，佢都我都打都仲未打得满啊！系要一定要食奇人种先够力，咁啊，不过唔紧要啦。总之系俾佢食噶啦，因为我试过俾其他人食咧，系得嗰、那个经验咧得一半。咁啊，艾凭住猫叔嘅毅力咧，我亦都已经将艾伦巨人咧升到最尽啦。咁但系佢招技咧，我仲未打爆，仲未而家仲争一下，因为太难升啊！我试过食三粒自由之翼咧。再加两个红色都冲唔到一下，咁啊一我用马叔用一个自由之翼配四个粉红土牛，佢都系得唔知40%啊，唉好难冲，但系佢咁所以佢啊送咗好多自由之翼俾我啦，我谂佢应该点都会俾我冲到充满去啩，因为 level 五个 level 啫嘛，咁啊八十米巨人咧。佢OK 嘅，但系最麻烦咧，佢一加一点八啊，全属性一点八，但系最麻烦咧就系如果佢配到啲骑士士咧，同埋忍者咧，佢嗰个攻击力咧会降低，全部人嘅攻击力都会降低。咁啊，咁冇计啊，其实即系机械队咯，机械配机械咯，跟住配翻个光属光机两倍，应该都够力啦。所以。即系如果未攞嘅，快啲攞啦，因为得翻四日咋。唉，猫叔抽咗十二嘢，都中唔到啊！暗示奖啊，暗示官奖太强啦，艾伦都中唔到啊，净系中咗三粒，净系中咗三粒。OK 啦，都好强嘅，攞嚟打攞嚟打巨人，好咁啊！今次就打到呢为止。咁啊，如果未攞巨人嘅话，就快啲去攞啦。咁啊，因为非常之适合初学者用啊，因为好好用。同埋如果有石啊，抽啦，试下抽啦，艾伦嘅佢哋啦，因为攻击力都非常之唔错。同埋必中啊嘛，佢最低限度都四星，咁啊，另外有三隻五星，三粒艾伦同埋阿士兵长。今次就打到呢度为止，如果中意我嘅影片啊，揿个 like 啦，如果想继续收睇，揿个订阅。猫叔一定会将所有巨人消灭，叉叉，拜拜。